不好了不好了，大怪兽马上就要来了，小鱼赶快跟妈妈回家。我的天哪，我最害怕大怪兽了，妈妈我现在就跟你回家。小熊你害不害怕怪兽呀？赶快跟妈妈回家。哼，妈妈你说呢？我当然害怕怪兽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家。听说大怪兽长得可吓人了，小羊你也赶快跟妈妈回家吧。好好好，妈妈我小羊最听话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回家。听说大怪兽最喜欢吃小动物了，小象你也赶快跟妈妈回家。啊，我可不想被大怪兽吃掉呀，妈妈我现在就跟你回家。小鸡小鸡，大怪兽马上来了，妈妈也来接你了。哎呀妈妈你怎么才来呀？我也不想被怪兽吃掉呀，咱们赶快回家吧。我家小猪在哪里呀？赶快跟妈妈回家，大怪兽马上就要来了。哎呀妈妈妈妈，我才不回家呢，我就要在这玩，他们一个个的都是胆小鬼，我小猪才不害怕怪兽呢，再说哪里有怪兽呀，根本就没有怪兽。是谁在找我呀？我就是怪兽。哦，原来是一只小猪呀，等会儿我要把你做成烤乳猪吃。我的天哪，原来真的有怪兽呀，我可不想被做成烤乳猪，妈妈咱们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